收了，老铁。哇，大龙虾，给孩子开个大龙钳子啊！哎呦我去，大不大？哎呀，老铁天天说这是模具，今天我给你开一个大龙钳子。别的作品我都可以不要双击，但唯独这个作品一定要给我来一个小红星。这只龙虾花了我一年的生活费。哎呦，孩子们，这个作品会有小红星吗？会。叫个老爷给妈要个小红星。老爷给个双击。老铁，孩子都要了，不给我小红星，给孩子点一个。又来要小红星了。哎呀，